地方啊？啊，我是郎中，上述城内神王第二家三代祖传，侬识是吧？三瓦陀，这个就是我。三瓦陀？哎，没听到过。哎，啊，这个地方我从来个都晓得吧？哎呀，是呀，这位先生，今朝你无私领了此地，外头人啊不好随便进来的，哎、你走吧走吧。哦，此地不好来的。好嘞，走。哦，我跑错地方了。哦，那么我跑。没啊。阿拉此地有一位病人想请侬看看。哦，有人生毛病。哎，那么不晓得是哪里一位？喏、哦，啊，就是这位老板娘。丁江辉，侬这个是啥个意思啊？侬神经搭错的。司令，我看阿青嫂面色不好，我看一定是啥个毛病啊。伊是侬的恩人，侬要关心一下。如果真的没啥个毛病，大家就放心了，对吧？是吧？哦。哎，阿金嫂，司令啊，刁教官叫侬看看嘛，还没那么多看看嘛。好的，既然司令为我好，那么看看就看看嘛。哎，看病看病看。哦，好。对不起，位先生，哎，侬要是瞎讲嘛，我也要不客气的。我哪能会得瞎讲呢？瞎讲自家要开招牌的，阿拉侪有牌子的。三五度这个衣服黑钢的。好嘞好嘞，不要吹牛逼了，快滚！不，我加上要拿出来，这个药方老啥子要准备好。哦嘞，我懂啊。病假不用开口，能治病情根源。舍得带吃我的药，舍得不带分文不取。好嘞好嘞，快点看病。各位，听了。他是心里闷啊来头里长，好比千斤大人阿兄公道。阿青嫂，伊讲了对伐？哎，讲了对伐？哎呀，这位先生有道理的。哦，今朝上半天啊，我是吃了几只冷的糯米团子，心里啊一直不适应。哦，以后的孩子啊，有道理的。哦，看不出嘛，他是男有病来又伤啊。杀了狼，再加上平时饮食不周到，天时一变就痛难当。到如今三焦诸葛上下不通气，难怪他心虚体热不旺。哎，讲了有道理的。有道理。根本哪能办呢？不要紧的，我等侬开张方子，吃了我这个药，马上就会好。哦，噶灵光。开啥？这一张病方非寻常。特许去吃烧，共有草芽做酒瓶，微微从头压心强，望风思想雨麻样。当归体动不能忙，
十米春浪不尽晒高粱，十分四方苗无刺，苗刺起在压命硬上上上上